爱吃美食，一定要来武汉看看。我一直觉得武汉和美食应该是连在一起念的。哇，大哥，你经常吃他们家吗？对，经常吃，好吃。你好，橘子吗？是的，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现在是早上5:30，今天4点就起床了。都说来武汉不过早等于白来，所以今天就起了一个大早。今天我们来大成路，一排排的小板凳已经摆出来了。大哥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米浆豆泥嘛。这是第一次见的。你看你们会让在里面，这里面你们。哇。它佐料才有味道啊。三鲜豆皮的三鲜。香菇，有笋子，有肉。大哥，你摊这个多久了？我摊了10多年了。哇！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你。这怎么卖呀？好的，给我一份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是吗？是的，嗨。你好漂亮。就你一个人吗？对，可以给你拍个照吗？哇，你当然可以，送你一个没有烦恼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啊，一个人玩。嗯。哦。他今天还是不开啊？又休息。又休息吗？我昨天也来了。大哥，这怎么卖呀？给我一份吧。马上葱花、萝卜干，还有小虾米。不过吃了，谢谢。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秋水饺。大哥，这个在炸什么呀？给我一个吧。要一个热干面，要一个蛋卷，多少钱？9块。好，方便吃了吗？拿上小纸片。本地人都几点过早啊？姐，这个是我的吗？给我放一点醋好吗？我想湿一点。这个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我给放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OK， 看着就很香。大哥，你经常吃他们家吗？对，经常吃。好吃？好吃。哇，你买了好多碗，先给他拌匀了。天哪！这热干面谁吃不得迷糊啊？再整点灵魂辣椒。哇塞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这碗，最后再拿个蛋酒，这是白糖，这个是酒酿。哦，好嘞。哇，真的有点热。我们先来吃这个鲜鱼糊汤粉，上面铺了好多的虾米、萝卜干、葱花。哇，黏糊糊的，看着就超好吃，有没有？清晨来一口这种烫烫的糊汤粉，简直太爽了。嗯，这种稠稠的吃起来超有实在感，然后能看到上面放了胡椒粉，配合这个汤真的很好喝。别看它这种白白的，它口感超级鲜。给它都放进去吧，这油条刚出锅的，是他们自己炸的。嗯，好赞！他们油条炸得特别的香，这种吃法有点类似胡辣汤的感觉。嗯，真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昨天回去的时候也带了一碗他们家的这粉走。哇塞，接下来就是这碗万众瞩目的，听说是大成路的扛把子。虽然叫水饺店，但听说热干面也超级正宗。嗯，哇塞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每个面条上都裹满了麻酱，特别特别香。他们家热干面真的比我最近吃的所有热干面都好吃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几天的旅游我还是有一点学到的。我们平时不是经常会觉得热干面很干吗？这时候你可以轻微加一点醋，这样它就会润一点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，但是这是我最近吃很多次热干面的总结。过早就是好吃，再多都不会胖。蛋花汤，哦，我的蛋花太漏了，好香，它里面有酒糟。早上来一碗这种蛋汤真的很舒服。嗯，三鲜豆皮，刚才做豆皮的时候那阵仗可大了。我发现武汉的糯米真的好软好软，它是这种长糯米，很香很香。嗯，你看它的横截面，一层豆皮，一层鸡蛋，一层糯米，然后底下是三鲜，三鲜比较大颗，所以它就会掉。笋干真的好鲜哦，太满足了。这个是鸡冠饺，2.5块，这么老大一个，来尝一下。嗯，
它外面薄薄的一层是酥的，里面特别的鲜活，很软。有肉的地方也很好吃，在武汉吃早餐真的是样样不重样。就这我还有很多没买呢，重油烧麦6块钱四个，都是这种块头超大的烧麦，里面馅儿都能印出来，太适合我这种碳水脑袋来了。里面的肉好大只啊！这口给你们，我感觉武汉真的很钟情黑胡椒，这个也是胡椒味挺浓的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你们来过早的话一定要记得带电风扇，我现在非常武汉，不过还好来得早，不然的话我感觉一会儿应该会更热。是的，宝宝的，现在才7点多。好了，今天的过早非常的开心，如果你看到这里一定要给橘子点赞评论收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一定要好好吃饭，今天开心，再会。